如果说总统要出访啊，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他们重要的一个啊政治的行程啊，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就感到些许的不安，那也立即请我们的刘次长啊前往布基纳法索和他们的高层政府首长啊见面啊，希望能够了解到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确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征兆啊，比如说啊，布吉纳法索的媒体啊，最近不断的在炒作跟中国建交的这个议题。那啊，今天我们也接到啊，说啊，布吉纳法索的外交部长啊，要跟我们的大使见面，那同时也要做啊慎重的这个啊外交做重大事件的这个宣布，也引起啊这些事件让我们觉得说啊有迹可循。那我们也尽了我们的努力啊，希望能够维系这个邦交。